好开心，邱泽谈大尺度戏难掩笑意，有人好生气，有人好开心。出演电影《加油男孩》的邱泽，为了献出荧幕初裸，主动苦练身体三个月，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电影画面可是相当的香艳。这场裸戏哦，其实就开心起来了，开心起来了，怎么怎么，我都看到眼神笑出来了，笑出来了。那场裸戏其实也没有真的裸啊，他其实有用某一些道具或者是镜头的角度去避掉重要的部位。哎呦呦，看邱泽嘴角都要裂到太阳穴的趋势，看来这个能够充分展现好身材的工作，让他开心得不得了了吧？短发天总。